时候我看，要是名额下的小了，我就明天再。月文，你就多请两天假吧，现在这下雨也不行，已经也是一个人下，没有停过。我要看今个这个样下这么大，这名额合格还不能上班的。我这个看名额要是不下了，我就走；要是下了，我得多停两天。俺这边儿打电话。月文，你就多请两天吧，应该水也挺大，而且咱们。这边河南河北下雨都特别大，暴雨来袭，而且有的地方好多地方都淹了。其实咱们这边有淹的，你知道吗？地下桥，里头跟那个上面的公路都起来平了。我那边你说都那么大的水的，俺有的河南呢也是公路都也是都淹了，洪水特别大，马路都过不去。昨天晚上反正特别大，把你刷你捡来了吧，你刷出来了吧。我手机我也一直看，你也进来是吧？城市地下墙那都不能过。对，地下墙那水太多了，而且地下商城啊、地铁啊，那都是水，都是水，都有人还得被困在里边了。那你走也不用走。所以说比较严重，而且我这看，我又怕你在路上，我也不放心，不安全，不安全，下阵大雨。因为现在公交车，用的是不通，你知道呗？下雨这大了，公交车都不通了。是的。那好着，你看，俺是三台店，你不管几天下来，这是安全第一，你不就少挣点钱吗？是的。那不让俺，请你给俺爸爸吧，那不让俺再请两天假。你到时候看看，都洪水下去了，水积水下去了，这么说，俺用的积水。坐那地铁啥的，那水都已经到肩膀那儿脖子了。我也感觉那水那么沉那么大的。而且咱们河南与河北都是邻居，又这么近，河南下着大雨，其实在这一直的下，就是还没有那么严重吧，比人家那少轻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看到新闻呢，说河南遭到特大暴雨来袭，有很多地方呢都已经被淹了。然后我希望大家。尽量减少出行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道路、城和地铁和地下商城被淹，停水、停电，大量的车辆被冲走、堆积起来。看到这些事情呢，我心里特别的着急，很想立马赶过去，能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。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，消防队员无畏逆行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。我们作为河南人的邻居，河北人。也要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。水大无情，人有情。我村姑小红、小南的北漂生活，我们将共同携手，助河南度过这次难关。眼泪当中我不该用尽，如今不会再有此情。命运的注定，何必做对勇气上前。眼泪当中叹可以用尽，如今相恋没有死尽。爱心呢不分多少，愿大家平安的呢共同度过这次难关，任何困难都是压不倒咱们的。我说你到这回来又不是了，我说不知道你干啥的。我刚才为那个河南加的气儿，因为他们这边不是在比咱这严重吗？咱们这边还是好点儿。没有那么严重，人家那边太严重了。是啊，就是接着去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吧。那俺这两天俺有这个心意，俺想，俺想捐100块钱。你也没有手机，你也不会弄。俺不会整，你替俺那干啥？你不容易，你这60多了，你快30了，你上班。你也不容易。哎呀，俺再年岁大，俺反正在俺和上个班的，俺有这个，有这个心意，俺得捐100块钱。你说了吧，我替你捐一个。不能，这个事儿你说别的事儿你能替我那干啥？这个事儿你不能替我捐。这个。一样嘞。不能，这个事儿你得替。给了你，你替俺捐了。反正大雨了，是不是你也睡不着，是吧？那可是，一大雨了，俺心里真着急。那河南河北离咱这多近呢？可不离。在咱们这也是一直下，你河里也没法走了。但是咱们只要在家里，也不要出去。
你这两天也晚点上班。反正100块钱也不多，俺觉么有这个心意，俺一听了这个事，俺这心里觉么爱心不分多少么事，我也捐100，也不多，也不多，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，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。就说不多，但有这个心意，咱觉么那个哈，这边呢，这一排都漏雨，一直在漏雨。那边呢，也是漏雨，直接漏到床上了。这边，